哎，大家好，这是 Cynix 为大家带来 Monster Hunter Rise 的游戏康视频。我们现在呢是依然在 farm 驯龙的材料，也是它的一个好像是骨髓一样的东西，还是挺难出的。不过在上一期后来我又去查了一下，发现好像是断尾，应该是拔出来几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之后我们是在记得把尾尾破一破。是我看错了，我们只看到两只怪。还有只问号。好像是金狮的，这个之前也是在哪个地图上有一只问号怪。感觉帧数有点低似的。其实还是不太清楚该怎么防，他都打不到我，都是。刚才那招是实际上是打错了，因为掏不出硬直我就飞了。干嘛啊？我这个弄完之后，我除了翻滚，还有什么能扛起他的招式的办法吗？节奏是完全是错的，就是我该能输出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弄不了的攻击，我估计是等于就现在这个是好的，我就是那个虫子。
这个是不能 counter 的，除非他出硬直，然后这个大硬直又把他的攻击给躲开了。好吧，什么玩意儿，我刚才我发誓我绝对是摁了这个方向键，我想修正方向的，结果他不让修。就是没有打到尾了呀，也修正能修到我这上面来，我要打尾巴呀。这是尾巴，等于是这一代的驯龙尾巴没有破坏，然后再断了，直接是断了，好吧。一个问题，你驯龙的尾巴断了，很大几率还是给尾巴，并不是说是尾巴断了就要的那个东西就几率就高了。这招好快啊，我每次都是被打的一瞬间再摁的那个，摁了和就等于他，我刚才回想了一下他的这个攻击，最后他的脑袋是使劲往前伸出来的，好像就是并不是说是全身的这个 hitbox 没有变，好像最后那个前面有一个很往前的一个突进的一个攻击，
所以要提早防。还是没有，这个应该是尾巴。增加这一个报酬的，我好像已经有了。打哪儿的？这是白色数字。这个发呆是什么？
火的，哦天哪！完！刚才我第一次中招是摄像机那个，摄像机调的太慢了。之后就是墙卡在墙上了。哇，这个还有特殊啊！安神寺把熊给蹬开了吗？什么都看不见，什么玩意儿？就差一刀尾巴断了，没有开刃。这有点来不及，但是还好。这个E还没破，感觉打了好久了。需要杀小怪，尾巴呢？天！这是出货了吗？出了一个下位的。
跳起来一瞬间掉斩。不过快死，刚才好像就是他换区是应该是瘸的逃跑。像至少现在的驯龙，至少就是我压一的一些他攻击的 counter 倒是比原来熟练了，等于是这座依然还是就是用 foresight 可能有些时候会养成一个不算是坏习惯吧，就是由于是从 iceborne 没有打，从 world 过来很多的东西，我下意识的就想 foresight， 尤其是再加上怪攻击如果再不熟的话，但是怪发现还是不管再怎么难，还是压抑之后的那个 counter 更流畅一些。这个小这其实是什么？Jaguar 是什么东西？贼龙。这些怪好像没有什么进攻性，都是在远处看着。哎，真的好难出啊！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差不多会算成驯龙的那种火龙红玉似的东西了。它的珍惜度也是七，之前都没有意识到，我不太清楚是这座。一下出俩，查查还偷了一个，我不太清楚是这座的掉率给调低了，还是说以往的时候并不缺这个玩意儿。我真的没有印象说是我造东西的时候我是缺这个东西，每次都是缺那个驯龙，它那个任意，由于是一个是难破，另外一个是好像用量也很大，这样算是哎，真的是不容易。看一下这个任务是这个没有做到，看一下这个熬的护食是什么，没有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他的前置没有，需要一个下位的E。然后这些东西应该是够了，打一个村子吧，村子应该是血少好打一些。这是因为村嘛，吃了这么多技能只有一个发动了。
果仁药怎么喝了？可以吃个怪力种之类的。这个好像真的是上下位的怪物招式都不一样。我还才发现一个问题，我这个武器是武器也是下位的武器是吗？这个说话有点来不及，不过就这样了。砥石を使います。怎么这个追踪性能又变这么好了？我觉得这有时候带狗真的是没什么用。像刚才我等它，我自己吃个东西，然后虫子直接飞过来，感觉还没有什么区别。这儿有一个虫子呢。没有看我的展位，没有看我的七刃。还发现一个问题，我要破E是吧？怎么这个破不了啊？咱们这个摄像机一到墙边上，能不能不要弄得什么都看不见呀？我没一开始觉得他是在发这招，但是走了两下之后发现他完全没有瞄我，我以为他没有发这招呢。
还是这招是吗？好奇怪啊。都快瘸了，这怎么弄啊？已经瘸了。哇，打到尾巴尖上弹到了。哎，我以为你什么情况？もう少しで枯れますね。我死去了是吧？这还不是被打死的，我用的是那个 counter 攻击，就是你在你奇怪的时候，在攻击的途中有一个好像有什么紧急回避键，你用那招是如果怪打的你的话是会把敌方的怪打出硬直，而且能长那个齐声的条。咱们看一下这次一会儿这什么东西，到时候直接是连那个 E 又是没有出。这么大个儿。这什么大型爆炸金枪鱼，有这个东西玩意儿吗？倒是出了。我打的就是近战斗，好像近了多长时间，我是才发现我的武器不对，而且是没有了纳刀珠。不过之前我也是一直在担心，就是好像我也提过，担心这个技能好像像毒品一样。你如果说突然把这个纳刀没了，是感觉上会不会特别难受？倒是有点难受，但是也并没有说是我并是没有觉出来什么，就是现在就是从原来的一个很无脑的一个攻击，现在是变成了你又需要去想你的就是怪的硬直够不够长，你可不可以纳刀，还是说需要使出一些别的技能来？其实也就是一个难易度的一个问题吧。有的话确实是更流畅，但是没有的话也并不是说是你完全没有打，而且毕竟我开荒了这么久，到现在是才开始用这个技能，所以说还是并不说是你一定要有的，但是说有总比是没有好。像这个我这个武器估计就是好了，然后呢应该是把这个胸哦，还有一个护石，
等于是胸换成那个风牙的胸，然后护石换成弱点特效的护石。我现在应该是有一个就是单一点弱点特效的，但是没有其他的技能，就是没有孔，没有什么辅助技能，我觉得还是有点弱，所以是现在一直在熬着那个弱点特效护石。不过这个这个刀还是非常的厉害的，主要是现在开荒的时候展位优秀，而且有彗星。我在看我需要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冰牙龙的爪。但是冰牙龙这个胸也是槽也是非常好啊。看一下把冰牙龙的爪，我现在的技能对了吗？再检查一下，技能好像是对的。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要去集会所。这个就算了。有多只的冰牙任务吗？单只的也没有，就是往前一个行人。攻击力213，50的会心率，配上弱点特效，就等于是一个100%的弱点会心，还是提升非常非常明显的。破爪的话，现在是要把那个胳膊破了，我猜。这玩意儿出爪吗？出了。这个尾巴是慢。哎，没有。突然不适应了，打了太多的驯龙。回避的太晚了，你感觉还是帧数好低啊？什么情况？节奏完全是错的。这我怎么弄？就是每次都怪硬直
刚好是躲开。打太多驯龙了，有点不太适应这个怪的攻击，毕竟是，就是还是一只新怪。Iceborne 没有打，这边很多的技能我觉得就怪怪的。但是看完之后是马上又回想起来了。里手出手出手没有耐了，没有刃了。没有刃，哎，很多的习惯很难改过来。World 中玩太多了，就是 Iceborne 的那个改动，没有适应。105的伤害。还是不清楚这个龙为什么有时候这么快就骑上，有时候需要在那儿发呆发半天。这真的是看不见了，这个怪太大。刚才我一直在调视角，但死活就是看不见。怎么就跳到尾巴那边来了？刚才怪什么英雄啊？这个坡真的是好，我喜欢。
怎么又在干嘛？有时候我不太清楚是我打法问题还是什么，就是感觉这个怪一直他不出好康的攻击，一直跑来跑去的。那你现在可能我在说话没有特别的注意，没有集中精神。刚才我说的那个，他如果说像刚才那个，他出一个前扑我是能康的，但好多情况下他就是像这样直接是闪开了。还是太刀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节奏弄不好就是难打，或者说可能是需要不停的调整直到找到节奏，但这个跟就是对怪不熟也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好像尾巴断了，没有忘记了，应该是齐了，好像因为要三个爪。这个倒是不错。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当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我那个腰是一个弱点特效二的，或者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把腰给解放出来，弄一个弱点特效的珠子，然后配一个胸，我这个至少是不错的一个珠子或者一个护石，这个就没有什么用了。看一下吧，至少目前还要拔那纳刀。我有弱点特效吗？这是火石场，这是钝器。这些玩意儿都要金狮子的东西，金狮子我现在也是。就是一直没有打过，不太清楚这个新的金狮子会是什么样子。没见到润特效的珠子，不太清楚是什么怪解锁。但至少是把这个造出来。哇，这个这什么硬的凯玉吗？一个给80，这么多。别的东西，咱这个腰是两点弱点特效，没有孔，防御力也是最低的。这66，这个居然是68，这个50多就有点。但这个给了4个进攻技能，还有孔。这个虽然是给了2个非常重要的技能，但是防御低没有孔，不太清楚怎么弄。
武器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等于是我现在只要配我这个一个腿应该是给十的彗心，然后武器是自带40的彗心，也就是说腿配上武器再加软特效就是100%彗心了。刚才这个展位也是非常的不错，好像打怪都105我记得一个 Humbreaker 打上。哦，我是才意识到你是可以这边收农场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农场那边我去主要是有那个猫头鹰，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没有猫头鹰的。还要这个到时候我自己去弄吧，就是去那个农场收下猫头鹰。这样看一下我的技能，护食拿刀换成最软特效，只能是三级的纳刀，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安了，这是有很多的光着的珠子或者是孔。我把这个纳刀的东西放到一起，现在这个套装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再升级的话呢，就是像那个满耐加彗心的技能，或者是还能加什么剑切也是不太清楚怎么出。两孔的话应该是可以把那个技能配出来，或者说现在彗心高我不太清楚可不有那个彗心强化，不太清楚能不能造。总之现在有很多的额外的孔是可以利用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造不出珠子来。这个游戏我发现还是很多的珠子非常的设计的应该是很靠后，不过现在应该是已经是提升的非常好了。看一下这期时间也是差不多了，花了好几期的时间相当于是 farm 生有装备，不过现在的这个武器装备的上也是应该是我非常的满意。之后的话呢，我们继续开荒上位七星任务。这期呢也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